好，那考的第二题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。这一题跟我们的小考很类似，你不要去理他那个化学式啊，你只要听到他这边讲说一摩尔的金属，一摩尔的金属叫做 X， 还有一摩尔的去比上一摩尔的氧化物啊，一摩尔的金属氧化物，一摩尔的金属氧化物叫做 XO， 它的重量比是几比几？林国亮几比几？我现在在第几题啊？啊？几比几？五比七，只选不要趴着。5比7的话，那你 X 不知道多少，就假设 它的分子量是 X 啊，那右边 XO 是多少？你知道 XO 的就是 X 加多少？氧原子的原子量多少？多少？大声 ，16， 很好啊。那这样子会不会解？这样子会不会解？内积乘外积会不会解？会还是不会？会哦。刚这题谁问的？会了没？会了，你要加油哦，知道吗？哦，你平常表现还不错啊，怎么月考成绩突然掉下去嘞？啊，孟翰，这就是你没有撑到最后一刻啊，知道吗，孟翰？知道。好，一到五还有没有？笑什么？佩文，你要加油啊！我很开心你们老师把你调到前面来，不然我要做一模一样的事情。对不对？你之前要躲在后面，看我看不到你。好，现在就近看管哦。来，六到十，十，好，我们一起看十。哎，第五题答案是 C 哦，你那个详解自己写一下。第五题答案是 C。好，第十题，我们看一下2Al 加上 6HCl。变成 2AlCO3 再加上3个 H2 OK， 那是不是把反应前中后写出来？是还不是？反应前中后，老师考试前有没有讲这个一定要学会，因为考试一定会用到这个技巧，有没有？有。好，那这边用了 0.3 摩尔，这边用了 0.6 摩尔，反应物两个量都给你，告诉我两个量都给你的时候，你要先决定什么？大声，限量，限量，试剂怎么求？限量试剂怎么找？思璇告诉我，限量试剂怎么找？你的那个笔记本拿到了没？那个什么，就是实验记录簿弄出来了没？啊？买了，去哪里买的？新店，书局啊。哦，谁去买的？你爸。爸妈永远是替我们擦屁股最好的羊伴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只要捅了什么篓子，他都已经帮我们擦屁股了。对父母孝顺一点啊！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妈妈来学校骂小孩，知道骂什么吗？他妈快哭了，一边哭一边骂他的小孩。本来快哭了，骂他的小孩，一边哭一边骂。他小孩打电话跟他妈说，12点的时候帮我送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到侧门，因为我忘记带，老师要处罚。请赶快帮我送过来。结果他妈妈就到侧门那边去等他。中午的时候12点，然后他小孩那个母亲啊，你知道怎样吗？对，放他妈鸽子，在学校自己那边玩啊、打球啊、吃饭啊。他妈就在门口那边等，然后一直找，一直等，一直找，找了半个小时之后，不得不从学校大门进来，来找他小孩。哎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小孩啊？叫妈妈来，他妈妈是。中午工作午休，从公司跑出来，回家拿东西带来学校，给他之后还要再回公司，他有没有时间吃饭？有没有时间休息？没有。你爸妈都很爱你的哈，所以好好想办法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，回报他吧，知道吗？你现在该做的事是什么？赚钱养家，是吗？是啊，许培育是啊。去等一下就去办休学啊，去赚钱养家啊，是啊。你现在该做的是什么？你都不用担心家里面多一毛钱少一毛钱，你只要担心你自己能不能多一分就好了，是不是？
你妈现在有说，哎、欸，回家那个书不准读，给我去工作。你妈这样告诉你的举手？没有吧？每一个都嘛是在家里面都是少爷，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公主，都常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，对不对？一回家书包丢的，袜子丢脱一脱丢在旁边，就坐在沙发上面，哎、欸，妈饭嘞，然后在那边看电视，是不是？然后吃饱碗就往水槽一丢，有的连拿去水槽都不拿去水槽，都还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就去看电视了。妈妈在那边洗碗，然后边洗边叫你去看书，你就说再看一下啦，是不是？电视再看一下，然后晚上又叫你赶快睡觉，隔天早上又叫你起床，是不是？没讲错吧？每个人都一样啊。哎，限量世纪怎么求？木耳树除什么？木耳树除大的是限量世纪还是小的是限量世纪？小的，所以它是限量试剂。限量试剂是不是用完？是还不是？是。用完的话，它 0.6 就用 0.6。那其他人的用量呢？跟谁成正比？系数成正比。哦，你看到现在都回答不出来，都月考完了，难怪你月考考那么差。用量是不是跟系数成正比？是还不是？是。好，这边如果用 0.6 的话，那这边是不是用它的三分之一？就用 0.2。这边就增加 0.2， 这边就增加 0.3， 单位都是什么？摩尔。摩尔，你回答不出来，检讨一下了。来，最后他答案问的是什么？他答案问的是什么？氯化铝会生成多少克？氯化铝在哪里？就是这边。0.2 摩尔的氯化铝等于几克？是不是乘上它的分子量就好了？会了没？自己去乘哦。好，再来11到15。没有哦，16到20，18哦，哎，你16题这题出得很好哦，你先看看16题，妙力拆炸弹这个，他从头到尾啊，这题16题讲了四行的东西，哦，如果你慢慢念的话，就是这个时间，妙力预拆解一枚有炸弹对岸中的炸弹，拆解到发射炸弹刻在剩下时间的倒时。于容器之内注入了导电的性质，具有导电的爆炸，然后有四种溶液。请问你，它如果要终止倒数计时器，它应该注入何种液体？讲了那么多废话，总要问你一句话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只是要问你，请问你下列何者，哪一个为非电解质？甲、乙、丙、丁，然后让你选，零过量做好，谁叫你这样躺着做的？啊，下列哪一个是非电解质？甲、乙、丙、丁。丙葡萄糖，你这题写错了举手，十六题写错了举手，还是有人错了，手放下。这是学测的考题哦，他用一些冗长的叙述来包装一个很简单的概念。哦，同学要对这种题目要熟悉，要熟悉。18题也是一个基测基本学习测验会考的很典型的一个例子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辐射污染要使用碘片，然后这些都是废话。他只是要问你会不会把碘化钾的解离方程式写出来？碘化钾解离方程式是碘离子加上钾离子加碘离子。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考试前的小考，老师是不是在某一次的小考检讨过？老师说这个是什么符号？是不是电池的符号？是。长的是正极还是负极？短的呢？负。那我请问你，正极，那这种正离子会往哪里跑？是往负极跑，那负极是长这个样子，菱形的，所以它是不是就是菱形？是还不是？是。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形？是不是圆形？圆形往正极跑，那它就是圆形啊。好啊，选完了。第二个朋友去选 D 的，有没有去选猪选项的举手？为什么猪选项不能选啊？啊？是原子吗？不是啊，是离子啊。是考细心度的，不是考聪明，也不是考会不会还是不会，是考你细不细心啊。来，16到20还有没有？21到25都没有。来22题送分哦，22题我来跟你讲一下什么是蔗糖。蔗糖我来教你哦，其实这里早就学过了。蔗糖等于葡萄糖加上葡萄糖再脱一个分子的水。到目前为止，听懂点头。葡萄糖分子式告诉我 ，C6H12O6， 两个葡萄糖
减掉一个水，那我请问你，它的分子式会等于什么 ？C12H22。12+12再减2是多少？22 O N。这样加起来分子量多少？全班开始算，算出来不要讲。一题100分，开始30秒。分子量。他想去我抽屉左边，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塑料袋，里面有几本东西，你帮我提过来一下。左边抽屉左边最上面那一格。很快哦，还有10秒，每个人都要算。好，答案是342，算对了举手。好，很好，好方向。所以我知道我正常的分子量叫做342。那他题目给你几克？题目说蔗糖几克？171，很好，171克。然后最后要问你几个，是不是？那你是不是要去把它变成摩尔数，先除以分子量，这是不是变成摩尔数了？是。那你还要乘以，那要变个数哎，个数个数。623。个数个数623，这样做出来是几个？啊？3×10^23次方个，所以答案选什么？A， 听懂举手。好，赶快自己写。这是22题。看得到吗？看不到的话，你以后上课之前就把桌子往后拉，拉到跟那个立文一样的那个，就在立文旁边这样子。听得懂吗？就整个桌子都往后搬到立文那边去坐。怎样？中间有谁会走吗？学长啊，啊，啊，什么收考卷？啊，就收过来就好了。有什么难的，从后面也可以走啊，对不对？或是你们整排都往后挪也可以啊，但是这不是很麻烦吗？要挪一个桌子就好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再讲一下，我解答有一题人写的有问题啊，解答在那个。35题的地方，我们更改一下哈。没有，好了，算了。第8节我在哪？35题解答有写错的地方，我们把35题讲完再下课。来看一下35题 ，C3H7OH， 你先帮我平衡，开始。每个人都要平衡，各位要加油啊！本来以为你们帮我考很好啦、啊。先帮我平衡，快点哦！每个人都要平衡。先平衡碳的个数，再平衡氢的个数，氧的个数最后放。你平衡完会得到系数叫做2968，那是不是有写反应前中后？是，是不是？是。反应前中后写完之后，他说有30克的丙醇，请问你丙醇的分子量多少？赶快算啊！你看你考试的时候都没算，赶快算，丙醇的分子量把它算出来。做好哦，多少？60。已知的质量是不是先改成换成已知的摩尔数？是还不是？全部用光光，中间的量跟谁成正比？中间的量跟谁成正比啊？系数成正比，所以它如果2968的话，这边用0.5。